1976年9月9日半夜，一个流传于帝都民间的所谓谣言终于证实了，毛泽东死了。全国沮丧，人民共泣。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6号，文革中最铁杆的毛粉四人帮成阶下囚。这时，中国民众走上街头，锣鼓齐鸣，鞭炮震耳，手舞足蹈，欢天喜地。毛泽东以他的自然死亡，给那个充满恐惧的时代画上句号。把持中国政权41年的毛，他的所作所为，苍天有眼，自有定论。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为许多世人所不知。今天，我们请老康秉烛先生给我们讲讲毛的内心世界。好，我们有请老康秉烛先生。尊敬的各位群主、转播员、女士们、先生们、同胞们，大家2016年9月9日晚上好。我这里是早上，这里霞光万丈，旭日东升，秋高气爽。我的强烈的感受是，一个没有毛泽东的天地，多么的美好，真是令人精神爽朗。今天是个好日子。40年前，毛泽东一命呜呼，到他的祖宗马克思那里报道去了。40年以后，我们来清扫毛的思想遗产。我首先向各位坦率地承认，几点。第一，在我的将近70年的生命中，只有一个人我不能原谅和宽恕，那就是毛。即使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暴君，我都能发现他们身上某种打动我的地方。这两个暴君都喜欢小动物，希特勒能够欣赏贝多芬、瓦格纳，斯大林能欣赏格林卡和肖斯塔科维奇。德国覆灭前，希特勒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和他自己的8年的情人艾娃结为夫妇，然后双双自行了断。希特勒交给他的新婚妻子的是氰化钾，留给自己的是开枪自杀，像一个罪大恶极的帝国元首和军人一样离开世界。我这番言论如果在德国会受到法律。第二，我在1968年。在19岁上曾谋发刺杀毛泽东的念头，但是没有真正付诸行动，肯定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我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一直到现在。今天算是在精神上进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对他鞭尸。第三，余英时是历史学家。但是他难以克制对毛的厌恶，称对毛的成见牢不可破。1976年10月份，就四人帮被抓之后的大概一个月，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评价毛泽东。他认为毛具有秦始皇和明太祖这朱元璋的所有的负面，在20世纪世界史上与希特勒属于一丘之貉。而毛泽东的终极性的历史命运将远不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西方崇拜英雄，希特勒和斯大林无论如何总还算英雄，但是中国人看重德业，毛的评价不容乐观。40年过去了，看来余先生对毛的历史命运的评价有些乐观了。我跟余英时一样的厌恶毛，恐怕更厌恶毛，因为我们是亲身在他的统治下。
过了将近30年。不过我认为毛泽东还会继续的危害中国，占据中国的历史舞台，甚至祸及世界。希特勒作为德国的罪孽和耻辱已经永远被埋葬了，已经埋葬了70年了。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并移除红场已经半个多世纪，只有毛仍然统治着中国。天安门上毛泽东还在盯着每一个人，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老大哥。毛的遗骸还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占据着中国的心脏。无数的人民币上是无数的毛的头像。宪法规定毛的思想是天条，这还只是毛继续统治中国的外在形式。毛泽东现在在地狱里统治着中国，毛的幽灵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头脑和心中。今天我们来撇开各种历史的细节和真实，我们直接剖视毛的思想和灵魂。希特勒被埋葬，固然首先因为是战争失败，同时因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过于血腥，还因为他的纳粹理论，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就种族理论，虽然不乏某些科学实验和理论数据，但是很难获得德意志民族之外的世界认同。斯大林的苏俄帝国在他死后38年解体，则是因为苏俄历史的长期的冲突，共产主义体系的内在的危机，斯大林本人突然去世，以及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两代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而毛和中共的思想体系虽然属于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但拥有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社会传统，而更为邪恶和复杂。中国迄今为止，既没有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对毛等展开历史性的清算，也缺少在思想和精神上对毛的正义的审判。张龙女士夫妇，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李志绥，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毛女士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及俄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都属于历史事实层面的考证和揭露。希特勒的罪恶之所以大白于天下，是因为盟军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就缴获了第三帝国和纳粹党的全部的史料。斯大林的罪行则由于赫鲁晓夫的审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以及麦德维杰夫、苏尔仁琴等苏俄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大量的秘密资料。而由于毛作恶的方式格外的隐秘，中共长期致力于粉饰和销毁毛的罪行，人们要完全掌握毛的罪行资料几乎不可能。同时，中国人也缺乏对毛的思想批判。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以及诗词、文章、书法、讲话，那后面的思想、价值、精神，至今没有得到严肃的分析。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奴性太深，中国人的暴君崇拜的传统太。2011年6月30号，薄熙来在重庆的奥体中心召开了10万人的红歌大会，邀请了全国108个自发组织的红歌队，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其中一半的歌曲是歌颂毛泽东的，包括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个外国人，就是90岁的亨利·基辛格，
也被邀请坐在主席台上。这个美国佬肯定不能与10万中国人齐声高唱，但是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恐怕是震撼了这位美国前国务卿。21世纪，哪里还可以看见这种场面？重庆3200万人唱红歌25万次，一共有1.8亿人次参加。看看近期习近平对毛泽东的祖宗马克思的重新评价，可知毛泽东不仅阴魂不散，分明正卷土重来。前几天，要不是受阻，澳大利亚将响起歌颂毛泽东的红歌歌声。我们还可以断言，如果中共在巴基斯坦、在非洲全境、在委内瑞拉，甚至在欧洲某国建立毛泽东学院，举行歌颂毛泽东的演出，肯定太有市场。现在言归正传，20世纪出现过许多有别于人类历史的特点，其中之一是19世纪以前，世界基本由帝王、君主、贵族、僧侣、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统治。20世纪就出现了新的统治者，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平民代表，成为新世纪的强人、超人和领袖。第二，思想、理论、精神，甚至口号、标语，取代了传统统治工具，诸如城堡、军队、法律，甚至国家。凯恩斯曾经说了，一句名言：政治哲学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对的还是错的，比通常认识到的更为强大。20世纪真正统治世界的正是这些理念。20世纪崛起的平民领袖最著名的有4个：墨索里尼、希特勒这2个法西斯的元首，斯大林、毛泽东2个共产党领袖。墨索里尼的目标是重建罗马帝国，他同时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创立者。希特勒的目标是大德意志帝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斯大林的理想是在全世界实现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他的统治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这个白俄罗斯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2015年的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去年还撰文认为，俄国共产主义的尸体还活着，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至死没有明确而完整地表达过他的目标，但是他的毛泽东思想无可争辩的拥有者。暴君们都会死去，像常人一样，但他们的思想却借助帝国巨大的权融入历史，有时还会东山再起。暴君都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的一个反祖现象，就是无论多么邪恶的暴君，都拥有他们的粉丝，拥有他们的追随者，甚至希特勒一样。所以德国的法律严禁对希特勒对纳粹主义有任何的正面的表述。在我们还无法充分地了解毛的档案和罪证时，中国需要一把足以解剖毛泽东内心世界或曰价值世界的手术刀。我认为非如此不能审判并埋葬毛。今天的讲座不可能全面地来解剖毛的内心世界，我希望年轻的朋友利用相对自由的环境和无远佛界的继续这项工作。我要简单说一下，本人口齿不清，而且普通话也不准，请大家原谅。当然，我不会犯那种就是宽容和宽衣的那种高级错误。毛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
说，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当然是以他为首的中共领袖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只有这时，中国人才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种对科学、对先进的宇宙观。前不久，习近平外访西方时称，世界上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知是否意味着放弃马列主义？肯定不是。他这个指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放诸四海，是指的是西方人鼓吹的普世价值。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是献给斯大林的投名状，也是他前半生的总结。毛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他的思想渊源和基础的。毛的第一个哲学老师是杨朱。近期大陆有人称这个墨者和杨朱，就是孟子所称的“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的墨者和杨朱，是中国先秦时代自由主义的先驱，称把一毛立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为消极自由主义，称边相爱交相利，摩顶放踵立天下而为之的墨者为积极自由主义。近日，秦晖与陈丹青对话，也称杨朱哲学是中国先秦时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我必须要说，我看了之后哑然失笑。中国近代称许杨朱的，毛泽东是第一人。103年前，就是1913年，20岁的毛就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时，曾深度地陶醉在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中。他在他的讲堂录，就他的读书笔记，他用兰亭体的小楷书写而成，一共10000余字，大概有将近50页。他特别长篇累牍地论及到杨朱。杨朱他有诗人的脾性，临歧路而泣嘛，岔路口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他感到人生也如此，极端多。但是真正打动毛的是杨朱的是非价值观。杨朱不否认舜、禹、周、孔为四大圣人，桀和纣是两名暴君，他承认四位圣人流芳千古，两位暴君遗臭万年。但是杨朱认为，这些圣人们苦以至冬，无一日之欢呐、而暴君们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御群臣，威足以镇四海，言无不行，志无不同，事勤于寝宫，众欢于长夜，不以礼义之苦。我不想解释这些文言，大体上还听得懂。不以礼义之苦，任何礼法，任何道德都约束不了这些人。杨朱称他们是智人也。这些暴君们虽然死了之后，称之佛之，毁之佛之，你称誉他也好，毁谤他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了。毛非常欣赏杨朱这种贵我精神，贵我，以我为贵。杨朱对舜、禹、周、孔四位圣人的挖苦，对桀纣两位暴君的新艳羡，是其核心价值，就是拔一毛以天下而不为的历史的基础，也是毛泽东得天下之后的写照。当然那不是完全的写照。同时杨朱主张攻天下之身，攻天下之物，这种人把天下的人全部作为公家的财产，把天下的物也全部作为公家的财产，其为智人矣。这种人就是智人了。
如果在野，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把一毛利天下都不干；如果习天下奉一身，把天下都交给一个人，那么就是攻天下之身，攻天下之物，哪里有不自由无宁死的意思？毛泽东发挥到杨朱哲学的圣人，杨朱也有他的圣人观。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取蜜高和蜜寡也。这种圣人，一般人不了解他们，所以他们取高和寡，人很悔之，所以人就老是要批判他们，要毁谤他们。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为在治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是百世而不惑，仅仅是无愧于己而已，只要无愧于自己就够了。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阻，而且悔之也欲益甚，所以人家反对他，他就更加的猖狂。毛以杨朱的圣贤之命，称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古代其实毛泽东一样，有为天下者，脱除天下之习，天下的那些陋习，那些传统，全部要脱除掉，而立乎其外。毛由衷的欣赏杨朱所以背驰与东西而不相谋也，并进一步的发挥到，以往之事追悔何宜，未来之事预测何宜。毛于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贵我。为什么要贵我？恒定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视，而可视为我。看看这个天下，山河大地没有什么可靠的，可以依靠的就是我自己。第二，通今，通今就是贵今，横竖来结，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为目前，就是高度的现实主义，历史和未来通通不管。中国古代影响毛的首推法家，这个学的学术界有很多的研究，毛自己也高度的评价吧法家，我就不多讲。但是杨朱对毛的影响很少有被人关注到。其次就是杨朱，毛是杨朱的真正传人，杨朱哲学成了气候，就是毛泽东的世界，那就是禽兽世界，率兽之人，哪有丝毫自由可言？20岁的毛从杨朱那里得到几点启发，终身受用。第一，必须出人头地，人就这一次，不必千古流芳，但是宁可遗臭万年。他的名言叫做"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以3000里。"第二，蔑视一切道德裁判，脱除天下之习，立乎其外，不受一切。第三，生前死后一概不管，这是典型的东方的中国的虚无主义。第四，一旦大权在握，就攻天下之物。第五，毛正在迅速地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和墨者烟相爱交相利，摸顶放纵利天下而为之，这两种相反的哲学皆可以用。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式的精神辩证法，内杨朱，外墨者也。西方的学者，包括费正清、史华慈、特尼尔等，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特殊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深深地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民主政体。他们认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只是一种历史事件，也是世界的本质特征。因为毛泽东深信，斗争才是历史和人性发展的动力。这些评论似是而非，
毛确实终身蔑视法律秩序，但他的道德共同体是以他一人为核心、为最高权威、为唯一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并且脱出了一切道德羁绊的无法无天的一个人的自由的黑暗王国。进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的第二个人是外国人，是德国的伦理学家鲍尔森。毛青年时代曾经在长沙、北京、上海大城市广豆吞舟似的读过一些经过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的杂乱的思潮，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伯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的生命空虚论、尼采的超人哲学、赫胥黎的天演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罗素的经验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是，德国思想家菲特勒·鲍尔森的《伦理学原理》那本书最投合毛的心智。1916年，北大教授杨昌济，就是毛泽东未来的岳父，把鲍尔森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未来的这名女性从中获得的灵感将把中国引到何种田地。鲍尔森也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有一名东方弟子把他的伦理学发挥到何等荒谬绝伦的程度。25岁的毛泽东为《伦理学原理》写下了12000言心得，我说12000言指的是文言文，他用文言文写了12000言的心得，如果用白话文写，恐怕要20-30万字，超过了毛泽东一生所读。自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菲希特发表《致日耳曼同胞书》，黑格尔、特莱西克、尼采、瓦格纳、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斯特劳斯、施米特，除了康德以外，三代德国的哲学家都在美筑绝对理性大厦，并且把德意志帝国建在顶层。纳粹纯粹的理性主义和民族浪漫主义，最终从思想和精神上催生了纳粹德国。鲍尔森的《伦理学原理》为德式的绝对精神完成了道德阐述，他断断不敢奢望，其基本的伦理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伦理学原理》至于毛，那不次是醍醐灌顶。鲍尔森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第一，我是宇宙的唯一中心，万物因我而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二，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不予思考与负责。第三，破坏乃最高法则，必须毁灭旧的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能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是，还是最后和最高的人类的伦理。鲍尔森的这些伦理学的理念，也在毛泽东眼里面，也跟中国的《易经》《易经》之后的"求变、求心、求义，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五心，五心即是宇宙，这是王阳明的名言，跟儒家的心性之学相通。毛还举一反三，他说：“宇宙间可尊者为我，可畏者为我，可服从者为我。”毛以深谷的强风，恋人间无可压抑的性欲，来形容真正伟人的本性。他认为和平令人难以忍受，混乱才是历史生命进程的动力。
毛深信，宇宙之毁于此者，必成于彼为也。毛相信，我们这个现实的宇宙毁掉了，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宇宙在另外一个地方。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欲于旧宇宙也？所以除旧这个毁灭旧宇宙，毁灭旧世界，毁灭旧中国，毁灭旧人，这就是毛泽东在泡尔森那里得到的启发。如果没有德国思想的输入，毛最多就成为皇朝洪秀全一类的狂徒枭雄。青年文人毛泽东别无长技，但呢，他就只能以文字的名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不难想象，对于这种出身微贱、处境比窄、老大不举的毛，泡尔森打开的是何等新颖广阔的新世界。在满清覆亡、云衡九派的乱世，这位德国伦理学大师使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毛看到可以一举超越，看到了一举可以超越全部障碍的大道。下面有我给大家引论一段批语，这是毛终身信奉的大原则。我当然不是毛的信徒，但是我过目不忘，所以毛的很多话我都记得下来。毛说，宇宙间可尊者为我也，可畏者为我也，可服从者为我也。宇宙间可以尊敬的、畏惧的、服从的，就是我。吾就是我，我只对于我主观客观之现实负责，非我主观客观之现实，我概不负责。既往我不知，未来我也不知，跟我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有人说，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任，我不信了，我只信发展我自己，使我的思维内有思维，外而行，皆达正告。我死之后，我在历史之中，后人见我皆知我确然有以自完，就是我只自保我自己完美化，后人因我的完满如此，也自加无以芳名，他们就会给我加上芳名，万古流芳。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但这些都不是我。泡尔森是毛泽东第一位的西方导师，他在毛的头脑中激起的看似荒诞不经而又狂妄难预的念头，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泡尔森的伦理学给毛的最高启示是，伦理道德既不是孔孟鼓吹的仁爱恻隐，也不是基督教的博爱悲悯，更不是佛教的慈悲超度，而是破坏、造反、混乱、毁灭。所以与天地人奋斗，不仅其乐无穷，而且合于最高道德。杨朱的那种天人、智人、圣人、贵我，实在显得迂腐不堪。杨朱还拘泥于一己之力和天下之力的纠缠，泡尔森展开的是世界和宇宙的毁灭与新生的伦理。但是真正征服毛的心灵并把他引向斗争和革命之途的是另一名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在毛泽东的眼睛里边，世界之谜原来可以这样的解释和破解。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种得势的警句之于毛，
远非中国几千年各种陈词滥调所可凑破。1848年的革命，1864年的第一国际，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欧洲远隔万里，却以连续爆发的革命震撼了毛。中国几千年所有英雄好汉们，那些什么梁山泊的那些造反派人，何曾拥有这样的气魄和志向？这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何等气概！马克思的深层的隐秘，毛或许不曾知晓，但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里，应该已经领会到马克思这名独神者毁灭旧世界的信心。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段：在这种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那个时候，我将如神一般在暴风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液。我将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这是马克思二十郎当岁写的诗的一段话。跟马克思相比，那毛泽东的那点雄心壮志那就是小儿科了。不得不服啊，纷繁芜杂的人类世界，历史之谜的破解只待最后的斗争。毛在读完三本小册子，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还有一本是科卡普的社会主义论，之后三本很薄的小册子，年轻人一天都可以读完，然后塑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终身不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现代激进主义思潮。这种激进主义思潮认为必须全盘地否定中国传统及其腐朽的文明，彻底和全部地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成为压倒性的选择。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正好提供了其他西方理论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马克思对于毛比鲍尔森更进一步，马克思从历史哲学、历史动力学和世界观、宇宙观展示的历史决定论的前景，并且赋予了暴力斗争专政以科学的真理独断和解放全人类的世界正义性、宇宙合法性。马克思把生产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式，这种对历史的大简化空前的投合毛泽东这种边缘人物的内心世界。29岁的马克思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满怀蔑视。我不知道毛泽东在读到《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文字史作和感想。马克思说，西方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对毛和他的那些中共的战友们、那些领袖们，马克思的欧洲中心意识和西方优越论怎么跟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想平衡，令人费解。马克思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格尚且强烈的质疑，马克思曾经认为俄国根本没有资格搞什么社会主义。说到中国，他比欧洲同时代的人
更加鄙夷不屑。马克思说，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他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的首创精神。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旗，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西方思想，是欧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和政治理论的极端的杂交。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会感受到马克思对东方的偏见、蔑视和傲慢，但对于将近100年前的毛泽东，则是闻所未闻的绝对真理。它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天然的优越于全部中国传统思想；第二，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主流制度和思想的异端和挑战者，投合毛泽东一样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抗拒。第三，它取代了汤武革命和替天行道的中国传统的合法性，是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新合法性的来源。第四，它还可能成为毛及其继承人的新的天下意识和逐鹿世界的新世界主义。前几年不是在北大还搞了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大楼，还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学院吧？要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指导地位嘛。我没有冤枉毛泽东，也没有冤枉毛的继承者们。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格言警句正是欧洲19世纪社会思潮的经典表述，是从黑格尔到尼采，在20世纪泛滥世界的德国思维的这种末祸，具有巨大末祸力的表述。其极端绝对和终极性的那种真理在握的，最容易征服的就是毛这一类一文不名而心比天高的边缘人。毫无疑问，29岁的马克思1848年写下的《共产党宣言》，对72年之后，就是1920年读到他的27岁的毛泽东，那是真正的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呀。毛那个时候已经27岁了，老大不举，急于出人头地的焦虑和渴望得到空前的启示和激励。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毛出人头地的人生愿望得到空前的鼓励和启示，在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上，在破坏世界、改造人类上，毛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无论这种概括多么的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虔诚的皈依，且终身不渝。马克思为毛打开的世界，将以无数中国人的头颅来铺垫。世界上最鄙视中国人的是俄国。我举两个例子。第一，1895年，德国的画家叫克莱克创作了一个大幅的版画，叫《黄祸图》，就是欧洲各代表欧洲各国的那些女神们站在海峡上，然后海上来了一艘船，船上坐了一个罗汉，就代表了黄种人。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把这幅画送给了尼古拉二世，因为俄国人最鄙视中国人，
为什么？因为成吉思汗的后人统治了俄国240年，叫做鞑靼军事专制主义，那是给俄国按照俄国人的看法，给俄国输进了亚细亚的野蛮残暴的落后愚蠢腐朽的血液。第二，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专制传统抱有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列宁曾经严辞地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他严辞地拒绝把普鲁士的专制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东方的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最落后、最愚昧、最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还拒绝这种亚细亚式的复辟，他特别反对王安石式的那种改革。他说："我们不要中国制度。"在俄国出了托尔斯泰，俄国的著名人士几乎没有人说过中国半句好话。但是，俄罗斯人列宁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无论毛泽东乐意不乐意，占据了半个世界，似乎是一种轮回式的报应。俄国把成吉思汗的现代遗产回赠给中国，就是列宁和斯大林主义。列宁是不甘于俄国因为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而不具备产业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格，因此他组织了俄国的职业革命家队伍，把俄国翻转后。然后以一党专政强行的改造俄国。1922年，垂危中的列宁几乎一念之间，突然提出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然后以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球苏维埃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宿命般的投进了俄国革命的战车。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马克思为中共奠定了世界意识观和社会改造理论，列宁则提供了共产党统治模式，斯大林则发展出统治术和治理模式，那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队伍组成的党，这个党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军事共产主义的铁血管理，工农联盟。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党内路线斗争，必要的战略退却，叫新经济政策，全盘集体化，计划经济，5年计划，超速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后来的核工业。更重要的是几条基本原则：一、党的绝对统治，意识形态至上。一刻也不能松懈对俄国人民的思想钳制和灌输，警察统治、自治法治、法律、个人独裁，还有必须保持钢铁般的冷酷、花岗石般的意志，不断的开动绞肉机，扭紧恐怖统治的，永远警惕西方渗透和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曾经饱受莫斯科的羞辱与冷遇。1949年到1950年，他朝觐莫斯科为斯大林70大寿祝寿期间，一度面临惨遭废座的窘境，然后被斯大林在朝鲜狠狠地耍弄一番。他的那个本来应该接班的毛岸英，他的儿子都给耍死掉了。但是毛泽东却只敢在斯大林死后私下抱怨几声，因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象征，
毛称斯大林是父亲和导师，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列宁、斯大林，他的江山只是海市蜃楼。再屈辱，也要公开的声明，向苏联一边倒，一切服从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更重要的是，列宁、斯大林是毛的权力合法性的直接的赐予者，只有苏联模式才能满足毛的理想，那就是有朝一日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毛向苏联一边倒，代价巨大，最大的代价是中国人无端死掉8000万人，另一个代价是拒绝了美国的橄榄枝。直到前几天，习近平才借杭州的 G20 峰会为斯图雷登坚决地向美国道歉。毛泽东死后，1972年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为23年以前，就是1949年，他愚蠢地拒绝美国的一种补偿，也是对苏联积怨已久的报复，甚至是对上了俄国这个贼船的为时已晚的抱怨和发泄。把毛的对错的一半算在列宁、斯大林身上，不是为毛开脱。1949年后，毛的所有的举措，列宁、斯大林几乎都实行过，毛并没有僭越，毛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招数。称毛是列宁主义的和斯大林的好学生，一个获取了天下而满怀愤懑的学生，毛当之无愧。从马克思到列宁，一个现代的准宗教世界得以诞生。共产党宣言就是圣经，共产主义就是天堂，马克思就是救世主，共产党就是红衣主教团，无产阶级就是选民，莫斯科就是耶路撒冷，资产阶级就是撒旦，所有不遵循马列正统者就是异端，暴力、恐惧、专政、战争就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手段。这种崭新的世界观、宇宙观，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中国那些古老腐范的天下主义。马克思列宁需要东方信徒，第三国际需要支那支部，斯大林需要中国代理人。这样，被鲍尔森这个德国伦理学家墨获的毛，就转而尊奉最高的宇宙真理，成为马列子孙。伦理学的德国思想，迅速地改换成为政治与历史的德式思想，解释世界不过属于庸俗思想家的旧世的抱负，改造世界才是新世界的新使命。到此为止，毛泽东走完了自己从中国的法家杨朱，向德国的鲍尔森，再向德国的马克思取经，再转向俄国朝圣的路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入他的内心和头脑，并外化为一个红色中国，用它来奴役中国。改造中国是毛对中国的毕生的思考，是他的最重要的判断和独特的情感。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征服统治中国又成为历代帝王的最高目标。中国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及其前程，确实拥有莫大的诱惑。由欧风美雨和俄国之血带入的近代的域外的文明，空前的唤醒了中国的自我意识，激活了中国人的心智。中国内忧外患却也平添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藏的空前的契机和能量。其中最大的变革就是改造器物、制度、社会结构之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的现代改造。毛青年时代曾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这个灵感当然来自梁启超，并上溯到了《大学》《尚书》这些儒家经典。
但是毛自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判断。青年毛泽东曾经胡乱地接受了西方各种思潮，然后断言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根本地改造中国必须从伦理和思想入手。毛因此不吝词章，称颂鲁迅，因为鲁迅坚信，若不从心性上改造中国人，一切外在社会制度的变革均属于是。而在中国搬动桌子尚需流血，改变权力财产，掀翻中国这间铁屋子，必须血流成河。而改造心灵，改造心性，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窃据中国后改造国民性的最狂妄而荒唐的实验，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中的世界中的东方霸主。一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识又必须经历的洗心革面的大改造。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后，曾经在1967年的《红旗》杂志的第一期加了一段批语，那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最高宗旨，也是他一生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的总的表达。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毛统治的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统治让他终究不甘心居于马克思教区一名东方主教的地位。也许从1949年开始，毛就苦心运思，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翻转晋升为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的大人物。毛的内心世界其实就在中国，毛一生都在这个帝国阴影里，毛所属并夺取天下的家产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民起义。当毛以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造反方式起家，并争得党内最高权力时，他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藻把他们包装的无为经典理论，以获得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毛泽东对鲍尔森和马克思的破坏哲学的运用与发展中找到了体制运动的先进性。1949年之后，毛泽东又把这种体制精神提升到某种神圣高度，发展出毛式的人民崇拜。马克思以物质和经济，列宁把党作为最高统治工具，斯大林以个人独裁君临党和国家，毛照单全收而另辟蹊径，他独创了人民拜物教，这是毛的最大的一个发明。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一旦被蛊惑、被煽动起来，确实能够翻天覆地。毛已经完成把自己的绝对独裁和人民拜物教结合起来后，他就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法力。历史的苦涩逻辑是，这种法力注定从属于毛从德国和俄国那里获得的灵感，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苟合，具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曾出现过的毁灭性的力量。民，人民的民，是中国古代各家学派尤其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马克思
将解放人类的特权赋予工业无产阶级，工业化的欧洲自然成为世界的中心。列宁以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俄国新的红衣主教骑士团，因此俄国从此就优越于西方了。斯大林建立了个人独裁和秘密警察统治，他退回到了伊凡雷帝和第三厅，他既背叛了马克思，又颠覆了列宁的党。他们作为共产党权力合法性来源和现代统治方式，毛、照单全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谱系中，毛的独创性贡献是人民拜物教。这种人民拜物教已取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少数人统治和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人民军队、人民铁路、人民法院、人民公社。1949年后，毛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演变的敌我意识引入到了人民的概念，把数以亿计的无产无业、无知无识、少不更事、顽劣卑贱的人视为革命者，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者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认同，最后形成毛的人民观。这种治民本来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文革中，毛泽东把育民之术推向炉火纯青，其手段是首先分而治之，依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重新强分中国人为革命人民和反动派，然后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不断的吐故纳新。并非不重要的是，毛直接出面青年学生充当造反先锋，通过肢体和语言文字暴力留下了青年一代的人生和历史的烙印。在中国，暴民造反与专制统治本来就是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的现象，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则开创了或是盗取西方宗教或盲目排外的近代历史。太平天国套用基督教的教条，演出的是地道的中国式暴民造反的血腥闹剧。中共把太平天国视作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毛称许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毛还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东方式的血腥洗脑，跟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荼毒国人如出一辙。连马克思都看不惯这个太平天国。马克思1862年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至今可以作为评价文革的一种参考，他们的全部使命仅仅是丑恶万状的破坏，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在梦魇中所描绘的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魔鬼。这个魔鬼的头就是毛。周恩来把与太平天国同样愚昧野蛮腥风血雨的义和团视为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共同构成了暴民造反的历史样板。太平天国之灾50年后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之乱后60年是文革之祸。按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经验，毛改造中国的夙愿已经有了合适的尺度和轨迹，但毛有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结论。在马克思那里，农民在历史之外不具备任何首创精神。列宁出于策略考虑，把贫苦农民视作俄国为数甚寡的产业工人的同盟军，斯大林则对农民实行超经济掠夺。毛泽东却深知中国农村里的痞子、流氓、游民最具破坏性，因此也最有革命性，因而是革命的中间和基础。痞子们的仇恨、愚昧、残忍、兽性是毛最欣赏、最需要的
革命品质，就像列宁欣赏涅恰耶夫，就是俄国19世纪恐怖主义的代表。他写了一个革命者道德手册，对于革命者而言，一切最高的道德就是不要道德。中国的体制完全一样。1978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将近有7年时间没有再写诗了，结果他发表了一首很独特的词《贺新郎读史》，其中有这么两句话：“道至庄裕，犹豫后更成王奋起辉煌月。”他称誉中国古代最超名、臭名昭著的恶徒道至。这个道至啊，是公开的鼓吹滥杀无辜、快人心肝（就吃人心肝）、打家劫舍、奸人妻女、暴力之罪、聚众成党、横行天下的中国先秦时代的最臭名昭著的恶徒，完全是魔鬼。毛泽东居然写词来歌颂他，道至庄裕。道至庄桥刘裕后，更成王奋起辉煌月。在毛改造中国的程序里，中华民国的精英必须沦为政治贱民和社会奴隶。秦始皇就曾把山东六国贵族变为奴隶吧，属于消灭的对象。知识界则是管制改造的头号人群。打天下的农民将军，本性实在太愚劣自私。也不可改造，不可担重任。工人阶级虽被视为领导阶级，但其文化、政治、道德未必高于这些农民，因此必须重新。毛泽东培养了新式的人民的代表，就是集穷苦出身、士兵、青年人和毛泽东的好学生于一身的雷锋。雷锋成为毛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新民，但是，毛如果不能够寻求更带全局性的大规模的大运动、大革命的历史形式，就不能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重要的是，毛深深地知道，即使雷锋也不是他最理想的新人，必须经过一场或者数场大风大浪式的革命运动，才能算是不仅培养了模范人物，而且锻炼和选拔了新型的革命者。毛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连续接见上千万全国各地红卫兵时，他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代徒子徒孙，远远超过按照苏联模式民选接班人的陈规陋习。纳粹主义带给德国的是千年难消的罪孽，其优等民族统治世界是赤裸裸的简单邪恶。共产主义以解放人类为旗帜，却让世界血流成河。而文革从手段到口号到目标，都是邪恶、卑鄙、龌龊、下作，下作却让中国人疯狂了10年。我们现在说的文革，就是毛泽东的一个人的作品，其他人都是工具，都是废墟，都是牺牲品，都是毛的利用的对象和迫害的对象。文革是100余年内中国又一次间歇式的经乱发作，毛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公开鼓动人民为非作歹的恶棍。毛的无数对错中，最深重者是败坏人民和青年，教唆人民作恶。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罪孽滔天却难以受到审判的深层缘由。人民乃民族之体，文明之本，即使曾经误入歧途，也只能由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自我觉悟，除非人民主动的觉悟、道歉、忏悔，否则无人能审判人民，也就无从完全否定和弃绝文革。
希特勒、斯大林都实行过领袖崇拜，都有狂热虔诚的追随者，但德国和俄国人民没有被败坏。战后德国能够洗心革面，苏联和平解体，这种历史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仍然是传统的独裁者，人民和民族依然可以在废墟和灰烬里复活。但是中国不一样，权力无边和高龄，毛泽东活了83岁嘛，让毛对人性看得更深，煽动唆使人们作恶，满足人们包括青年学生打家劫舍、作威作福，折磨人、鞭打人、鞭笞人、杀害人，出人头地的欲望，把他们从温良恭俭让的文变成无所不为的造反派革命者，成为毛自己一类无法无天的歹徒，是毛终身的理想。毛泽东以领袖崇拜驾驭人民拜物教，假人民之手践踏历史，侮辱先贤，折磨无辜，戕害同类，最后危害人民自己。一旦用仇恨、暴力、权力和乌托邦狂想蒙骗了人民，一旦人民被发动起来，毛确实拥有翻天覆地的法力，打倒刘少奇不过是区区小事。毛泽东遗产最邪恶的成分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和心灵，深深地毒化了中国的人性。鲁迅笔下贫穷、愚昧、滑稽、自私、狭隘的阿 Q 式的国民性，只是引人同情、怜悯、滑稽可笑的旧式的人性啊！被毛泽东改造过的中国人，阿 Q 式的那些德性全都还有，但是平添了狂妄、贪婪、无耻、残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权谋、虚假、奸诈，其数量之大、心性之邪，已经令纳粹和苏共的邪恶成员相形见绌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已经散布于中国，毛泽东最阴险的阳谋已经得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他们的种族、地缘、文化、语言、思维、习性都大同小异，他们都是白种人，他们都是欧洲人。无论毛泽东怎么的摇唇鼓舌、出语惊人，都不可能取代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世界的正统地位。毛的对策是绕过苏联，自封为马克思的正宗弟子，但是即使这样，毛也仍然身在欧洲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陷阱里。毛因此再次回到中国的帝国传统，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孔夫子，成为毛最后的历史性的灵感。晚年毛泽东多次写诗谈话称道秦始皇，最后自我总结，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晚年毛泽东一定意识到，即使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一代新人，未必能确保红色江山万年不坠。相反，未来某一代忠奉马列主义的人，有可能一夜之间转向其所属的西方文明。1958年反右后，毛为自己打开了内心世界的最后一方天地。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所有西方俄国人不曾窥见过的一个世界，就中国古代头号暴君秦始皇。1960年代，毛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正统地位的同时，返回了中国的帝制。毛意识到，人民即使拥有巨大的力量，却可能发生退化和分裂，只有一种力量能将全体中国人牢牢地控制，那就是中国2000多年
绵延不绝的中央大一统帝国。文革后期，毛已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正统地位，而返回了中国的帝制传统。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后的救命符，直到暮年，毛念之在兹者，已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当然更不是什么帕尔森啊、杨朱啊，而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这个帝国拥有一种特殊的现代，一种世界的价值。毛完全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把秦帝国与不堪其暴虐统治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合二为一。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大的遗产。1973年发表了最后一首诗，不是词，词是1978年的咏史，是歌颂倒置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恶人的。1973年毛泽东发表的最后一首诗是献给秦始皇的投名状。除了毛本人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读懂了毛的这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夜犹在，孔学名高实批康啊，百代皆行秦政法，实批不是好文章。骂孔子的谁比得上毛泽东呢？吹捧秦始皇的又有谁可比毛泽东呢？秦始皇的遗产，除创建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好大喜功，书同文，车同轨，九州同诸外，其万世一系的预言，那才真正投合孤家寡人的毛泽东。毛泽东一生厚今薄古，到了80岁了，毛的死前已经无所顾忌。他因此公开地向49岁的秦始皇认祖归宗。此刻的毛自称无法无天，实际上在他老命呜呼前，回归了一种貌似怪诞的政治实用主义。麒麟秦始皇以保住毛家政权和红色江山。如此这般，毛的内心先后的储藏了古今中外最有害的思想，使自己成为东西方破坏力量和毁灭意欲的集大成者。如此，人们才可以理解毛为何对那些不幸、苦难、死亡持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超然之态，才可以解读毛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狂词浪句，诸如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中国人死掉3亿也无所谓，扫除一切害人虫，什么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鼻，搅得周天寒彻，才可以明白毛何以全然不顾追随抬举卖命的他的那些同才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的颜面死活，更不顾及几十百八万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几千万农民无端成饿殍，上亿中国人斗得死去活来的惨状，才可以清楚毛为何绝不识人证，绝不行宪政，绝不下罪己诏。非但如此，毛在中国人大规模生命倾覆的血腥味中，分明产生了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和欣慰啊！用通常的独夫民贼、独裁者来形容和谴责毛，已显得苍白陈旧了。跟毛的邪恶、奸诈、残暴、阴毒相比，圣经里的撒旦、但丁、神曲中的地狱里的暴君，
都显得平庸了。莎士比亚、托斯托夫斯基等文豪笔下的凶手恶棍，几乎可以算是好人了。西欧社会党人曾流传一则小故事，说是列宁死后去敲天堂的大门，看守大门的保罗问是何人，答曰：“我是马克思资本的逆袭。”马克思在门后面听到后，当着保罗的面把门关上了。就说马克思拒绝承认列宁是他的弟子，毛一定有自知之明，不敢到马克思那里报道。说了报道，共产党人恬不知耻到了这种程度，说死后到老祖宗那儿报道，而且这个毛老祖宗不用解释，当然指的是德国人马克思，连自己的民族血统都变了。报道，但是德国犹太的马克思恐怕一个都不会接受他们的报道。秦始皇大概会认毛泽东这名孝子贤孙，但毛怎么也不能公开承认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毛要甘做倒置这种流氓恶棍的传人，实在也太下贱。因此，毛只剩下一条路，独自见阎王罢了。没有人，包括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和所有的中共领袖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们，能够跟随毛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毛不曾也不能把内心的货色完全拿出来晒在太阳下，他的结局也就因此注定，到了生命的尽头，众叛亲离，形影相吊。毛只好苦迎在中国的辉煌的诗文殿堂里并不显赫的北周文人郁信那首并不闻名的哭诉赋。毛晚年其实很惨，他把这个哭郁信这首哭诉赋啊，反反复复的正在那儿念叨：“昔年总有一一汉南，今看摇落七昌江潭，素犹如此，人何以堪呢？”再就是吟诵唐代的二流诗人，二流到一流之间的诗人罗隐的诗里面的两句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时候的毛要多多少少还原了一丝人的本性，但是他又矫情的自誉为一名无法无天的游方老和尚。毛以其83年的折腾给中国带来一次次的浩劫，他无意中也充当了历史的特殊的工具。19世纪的德国兴起的有害观念马克思主义，企图解决欧洲近代危机，在欧洲主流文明自我修复后，马克思主义转移到欧亚交接地的专制的俄国。俄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删除了欧洲革命的可能性后，把他的信心输送到了亚细亚的中国。毛的发明和贡献在于，把传统中国农民造反和大一统帝国作为两大利器和祭品，献给历史的二道贩运，以确保和维持德俄两国灾难性思想对中国的征服。没有掌过身家宇多权力的马克思，只能构思某种血腥的乌托邦。列宁、斯大林创建的苏联，74年间吞噬了6600万俄国人民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大学的统计学家库尔干教授的统计数字。毛在大权独揽的28年里，让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西方和俄国名誉扫地，农民造反和秦始皇帝国在中国还有深厚的土壤。只要毛的遗产、东西方破坏性力量的合一还没有分离、没有驱除，中国就仍然陷于噩梦般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现在最深的宿命。
我们至少我还看不到完全摆脱这一宿命的前景。中国的底层社会仍然向往着农民造反，毛仍然是他们的领袖，上层仍然迷恋着帝国，毛仍然是他们的宗主，利用文人们仍然遵命重新学习马列主义，顶层仍然在重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迷梦。最灰鬼的是，最吊诡的是，这一切几乎都笼罩在某种无意识的状态，这正是毛法力无边的证明。中国拥有几大特点，也叫几大优势：核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四分之一的人类、2000多年的帝国传统、空前强烈的、荒唐的、危险的民粹主义、同样空前强烈的称霸世界的西式大梦。这是一种不曾出现过的大帝国，伊维坦正在东方地平线抬头，戴着19世纪的德国面具、20世纪的俄国的衣钵和2000年前秦帝国的皇冠，以及同样古老的农民造反的顶子，带着毛氏的既狰狞又慈祥的笑容，在中国徘徊，寻觅新的契机和新的毁灭对象。毛泽东有若干名言，其中一句叫打倒地球反，不知道是毛说的还是哪个红卫兵说的。打倒地球反曾经是文革最狂热的口号之一，我们现在人很难理喻，却是毛泽东思想深思熟虑的国际战略，是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思想以及人民拜物教的国际化和将来的形式。文革在东西方都曾引发关注并产生直接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等亚洲共产党、印度的砸烂雕像的运动、秘鲁的光辉道路、日本的赤军、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德国的红卫军、意大利的红色旅、美国的黑豹党，都从毛泽东和中国的文革中受到启发，甚至直接获得武器、资金和人员的帮助。红色高棉的柬埔寨的大屠杀，把一个佛教国家变成人间地狱，则是毛泽东文革在国外的典型样板。中国的毛派领袖张洪量去年还声称，516通知比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都伟大，文革将在21世纪成为大众民主政治的先声。这种痴人说梦的言论并非毫无来由，文革调动的是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敌意，投合人们迅速改变处境的愿望，相对于温和理性渐进改良，造反、革命、破坏、毁灭，更能激发人类的狂热、浪漫和盗贼气概。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无论他的口号、目标、手段、结果、影响，毛一些思想都诉诸于人类天性中的仇恨、狂妄、偏执、愚昧、野蛮、破坏性、嗜杀欲，他们只是毛泽东实现一己私欲的工具，充满了血腥、暴力、虚伪、兽性。他们以为真理、正义、公平和未来献身为幌子，只是满足毛泽东最强烈的个人欲望，就是杨朱式的个人欲望。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就是一人的自由，就是独裁中国并统治世界。这是最大的毒液和诈骗，毫无任何正面意义，毫无任何理想主义。我曾经跟哈佛大学的石景谦、石花池的一个弟子，张浩，一个台湾人，
吃过一顿饭，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我就很想给他说，他一点点出于礼貌压制了。我说：“如果你的父亲或者母亲跪在煤渣炭上，在光天化日下，被人们剃去他们的头发，被撒上浆糊和煤渣，然后被人用皮带劈头盖脑的抽打，而且一定要是女的红卫兵抽打，恐怕你不会再说毛泽东是任何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了。你说希特勒是一个邪恶的理想主义者，他鼓吹德意志高于一切，我觉得还有几分道理。他确实为德国而死。毛泽东有这种觉悟吗？哈哈，毛泽东就是一个掌了权的洋猪，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秦始皇的子孙。事实上，阴差阳错的坐拥巨量的财富又危机四伏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又重新麒麟羽毛。马克思早已预告过的历史轮回，似乎又在中国上演。马克思曾经专门讲过，就是波拉巴三世之后的这个历史的二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的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我们却不能像马克思那样超然。中国几千年来，20世纪以来不断上演的，正是帝制反反复复的复辟的闹剧。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和文明的惯例，出了个毛泽东的中国，早该出现否极泰来的转机。然而，产生毛的历史环境和精神的动力仍然存在。占据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的干尸和悬挂在城楼的头像，还像恶咒一样压在中国的印堂之上。朋友们，君不见了，连刘晓峰一类饱学之士都忍不住认毛作父。至于丰盛称盛，父辈被毛玩弄折磨的太子党们，竟然违背人性常情，奉毛为始皇帝。每年12月26号的毛的圣诞。诞辰说错了，说错了。每年12月26号，毛的出生日，中国各地大小毛粉们都会大张旗鼓的为毛招魂。中国的末子为圣，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和古拉格群岛的死亡营，已经不可逆转的宣判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位暴君。比他们更胜一筹的毛，却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倒呈现东山再起的态势。如果毛的阴魂卷土重来，中国将再历浩劫，肯定祸及世界。德国的现代史家梅尼克曾经指出。虽然纳粹罪行不能全由德国文化精神负责，但德国历史中的恶魔成分确实是其20世纪浩劫的病灶。同样，毛对中国的祸害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中的腐朽根基。与希特勒一度将德国带进深渊一样，毛充分的煽动，深深的植根在中国历史土壤和民族心性中的黑暗的元素。毛的破坏性更在于，20世纪发生在欧洲和俄国的灾难性事变，为他提供了东方专制主义不曾拥有的现代极权主义思想资源和社会力量。毛的独创性在于，他把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
俄国的专制元素结合为一种空前恐怖的毁灭性力量。不幸的是，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利于毛的转变。以此而论，毛是现代中国的最大宿命。究竟继续遭受毛的阴魂的纠缠，陷溺在毛时代的长夜中，还是拆卸毛的幽门暗户，清除毛内心世界的污秽心糟，走向阳光灿烂的天地，何去何从啊，中国人？毛属于犹太教的嫡基主，是被神选定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为一身的救世主的对立物。朋友们，我引用这个嫡基督的概念，我觉得基督教提供的这个概念是对中国的一大启发。中国有暴君、毒夫、民贼，但是没有嫡基督的概念。基督教的使徒约翰指出，嫡基督是基督诞生后的将来人物，他的阴险、邪恶、残忍、不仁都超过了前人。他是存心以与耶稣相反的方式，用仇恨、欺骗、杀戮、暴力、毁灭统治世界，并有力量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按照这种标准，20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够嫡基督，而毛泽东可算是超级嫡基督。希特勒、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屠杀的生命，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他们的总和。只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军事水平的局限，毛在有生之年不能发动希特勒式的战争，但毛对战争的狂热和痴迷尤胜希特勒。斯大林、希特勒都没有接班人，更没有整个国家继承其事业，毛却拥有令人恐惧的亿万追随者，以及一套毁灭中国继而毁灭世界的思想遗产。好，我们快结束了。核武器毁灭力量的提升、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要求重审一切价值。只有促进人类彼此了解、对话、交流、融通，倡导仁爱、悲悯、同情、理性和中庸的思想，才可能把世界引向未来。任何极端思想、偏执教条和激进主义都将导致冲突和对抗，降低人类的精神，败坏世界的道德，走向同归于尽。毛泽东及其思想是20世纪人类心智迷狂的显例，嫡基督丧心病狂的表演。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不应该有他们存在的余地。马克思韦伯在20世纪20年代从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发现某种神授权威，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超自然能力和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韦伯还预见到某种与基督教基本教义相对的奇里斯马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会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征，拥有特殊的魅惑力和感召力，同时拥有庞大、狂热、盲目服从的信众。从传统型的统治者相比，个人魅力型的统治者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其权威与打破传统、挑战现成秩序的程度成正比，并导致一种新的观念系统、行为标准、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产生。奇里斯马就是嫡基督的现代形式，就是绝对的独裁者，他们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不受任何制约，并不断寻找和制造新的毁灭目标，清除掉任何可能觊觎他们权力的人。敢于和能够挑战这种奇里斯马统治者的智者和圣徒，中国为数不多的智者在文革前已几乎被消灭殆尽。
文革是毛泽东极端邪恶和绝对独裁的统治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圣徒诞生的年代。林昭、余罗克、张志新、王申友、1919年、陆鸿恩。可叹的是，中国没有出现直接的挑战和消灭毛泽东的丁克式的英雄，而德国谋刺希特勒的人士，我专门提到过，高达7000余人。包括3名德国元帅和众多的知名人士，最接触的是施道芬堡伯爵和彭霍费尔牧师。大家可能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多次提到德国那些刺杀希特勒的那些英雄。1989年后，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开始浮出来了，时隐时现的骑你司马星的人物偶露真容，阴差阳错的他们坐拥巨量财富，有危机四伏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又欺凌于毛。到2016年，文革发动50周年，中国各界呼唤二次文革为毛泽东招魂已成为公开可称为嚣张的燎原之势。50年过去了，由于中共成功的遮蔽了文革的真相，继续保持对毛泽东的尊崇，数以亿计的当代青年对文革的陌生神秘好奇，随时可能转化成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狂热的造反，以发泄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愤懑。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切将玉石俱焚，一切又从头开始。毛泽东再次君临中国绝非危言耸听。整个20世纪，欧美世界、俄国和中国人自己，我们都低估了中国历史文化里的专制黑暗和原始兽性，与现代西方有害思想结合后的巨大的破坏力，都忽视了中华帝国在其现代命运中死灰复燃的可能性，都不曾意识到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东西方有害思想的现代冤首，毛泽东乃是骑你司马式的一击毒，文革乃是世界启示录式的毁灭的序幕。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在毛泽东生前，他已经知道他不仅抗衡不了自然规律，他也抵御不了历史法则，他最终不过是一名来去匆匆的历史的过客，不自由，无法无天，傍满天下。对于毛想不到邓小平在他死后统治中国，这是毛最大的福气，免于鞭尸之辱。邓小平出于对毛氏狂热的恐惧和厌恶，他用实用主义和世俗的现代化去消解毛，以致邓早年留学法兰西和俄罗斯而拥有了某种世界眼光，天然高于土包子毛泽东的瞎搞乱吹。但是邓拒绝做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本来拥有比赫鲁晓夫更好的人网和条件，几乎整个党和知识界都公开的呼吁倒毛，工人农民对毛感恩戴德的阶级感情已被大饥荒和多年的匮乏贫穷消失的所剩无几。但邓隐而不发，抛出了几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什么老工人、土改是老贫农不会答应，说什么毛的错误我们都有份等等。中国因此坐失了无数生命为之屈死，也许是唯一一次显示中国人审判暴君以最低代价否弃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的良机，至少否弃毛泽东的那么历史的良机。其实在毛横行无忌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觉醒。像我当年才19岁，我都要吃沙汤，
实在是鞭长莫及，连林彪父子都在暗中诅咒并决心除掉毛，跟苏联和东欧一样，中国的自由精神从来没有泯灭过。刚才我提到几位仁人志士，郁留克、文钊、张志新、倪九莲、钟海源、王申游，直到王维民。中国人的劫难并非由中国历史传统负责，但是却完全由中国人来承受。土改正反中死于非命的是数百万中国的地主和国民党人，而不是费正清、史华慈、石景谦、韦莫廷等同情中共的西方的中国通和汉学家。反右运动的苦难是近百万中国支持人及其家属，而不是赞赏毛泽东的马尔罗、沙特、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等西方名流在承受。文革中上吊、沉水、割喉、服毒的是无数知名和无名的中国人，而不是以抗议资本主义异化为能事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梅罗庞蒂、阿尔都塞等法兰克福的才子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压成肉酱的是中国大学生和民众，而不是福柯、德里达、巴迪欧、齐泽克等他们的大作人在中国广泛发行的西方左派和毛派。中国人的觉醒和反抗完全出自良心、正义感，与西方关系不大，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站在黑暗中的人对光明更为敏感，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包括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们就能义无反顾地发扬良知、献身自由。这种稀罕而珍贵的真理，早已为苏联、东欧和中国众多的普通人所证实。现在轮到习近平来面对毛泽东的遗产。将近4年以来，他的历史的记录实在令人失望。有人用毛主席来称呼毛和习近平的关系，毛泽东的毛，主宰的主，习近平的习，毛泽东主宰习近平，叫毛主席。如果习近平在内心深处不接受这一可悲的称号，那么他可以大有作为。如果他真是接受这个可悲的称号，或者他的内心深处接受了，他在表面上又没有办法言行一致，那么这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党，连同习近平本人，都只能继续的滑向深渊。只有中国人的自由精神能够拯救自己。但愿神圣的自然法力和宇宙原则，以及知道毛泽东不是中国之福，而是中国之祸，也是世界之祸的各国人士，站在中国的自由，站在中国的未来一边。我最后有3点小结：第一，与新左派和毛派不同，我把毛泽东归为敌基督，他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哲人王。毛泽东及其思想是中国历史的大失败，文明的总崩溃。是中国人共同的奇耻大辱，是东西方有害思想古怪掺杂的史无前例的恶果，是孔孟道、顾炎武、曾国藩等无数前贤往哲忧心如焚的仁义充塞、算寿食人、人相食的亡天下的产祸。第二，毛泽东及其思想是古今中外有害思想毒化中国的集大成表演。竟逃脱了清算和审判。毛泽东思想遗产一旦与中国改革开放获取的经济成就和物质力量合二为一，就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意识与世界文明的草创时期，彻底的毁灭中国，同时毁灭世界。第三，习近平等太子党归宗认祖毛泽东。不仅是对毛泽东的统治时期，中国人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最严重的亵渎，
而且是拿全体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做赌注，是走向毁灭的选择。制止毛泽东东山再起，捣毁他内心充满邪恶的肮脏的事件，是中国人亡羊补牢式的责任和使命。好，最后让我再重复一句，一个没有毛泽东的世界多么美好。谢谢大家。毛喜欢整人和斗争，是革命精神还是神经有疾病？毛的神经没有疾病，用神经病、用疯子来形容毛啊，是对毛的一种漫画化。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有害思想和毛的天性的邪恶之外，中国那个时候内忧外患，确实很多仁人志士都想救民于水火，但大体上有两种道路，一种是国民革命所代表的，在传统伦理道德文明的基础上改造中国，他的手段肯定是非暴力的，是渐进的，是改良的，当然会吸纳西方的现代文明。另一种刚好相反，那就是暴烈的、根本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单纯入主中国就像东欧各国一样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它激活了中国的两种邪恶力量，一种是中国民间的，就是道治为代表的这种恶棍思想，恶棍道德，它没有什么思想可言；一种就是秦始皇代表的帝国传统。这是东方亚细亚社会的黑暗的元素，这些元素本来已经过去了一两千年了，辛亥革命之后基本上已经被埋葬了，居然被西方最激进的现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激活了，这就是中国的宿命。有朋友问，认为这个毛泽东的最大的错误还不是整人，还不是发动革命政治运动，而是建立了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我觉得这个不太能成立。在中国建立这个制度不是毛人的建立起来的，最根本的一个是理论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个是制度的输入，军队的输入，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的。毛泽东当然起了他的特殊的作用，但不仅是毛，毛不会打仗嘛，打仗的是林彪嘛，毛不会主持政务嘛，主持政务的是周恩来嘛，毛不管党务嘛，管党务的是刘少奇，是整个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列宁斯大林的帮助下建立了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我觉得这样回答恐怕公平。各位朋友，我今天这个讲座啊，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有关的历史事件，毛一生的历史事件我们肯定这个讲座是绝对那就是蜻蜓点水都来不及。我希望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完全离开历史不可能谈思想，但是呢不要仅仅是就是陷入历史的细节，因为每一个细节要讲若干的语言才能讲清楚。有朋友问，就是1940年之后毛泽东的几乎每一场运动的矛头无一不针对知识分子，好像跟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要残酷的迫害。这个是有，毛泽东本人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只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当过阅览室的管理员，其实当时北大那些教授们或者是学生们未必有人有意要羞辱他或者看不起他，但毛恐怕是一个自尊心特别敏感的这么一个湖南青年，他产生了强烈的这种自卑和仇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还不是他的心理活动，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早就说了，共产党宣言
然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说要捣毁整个人类的文明系统。文明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在表达，所以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是一无用处，除了被批判、被改造、被斗争之外，中国知识分子通通是反面教材。毛泽东后来干脆把学校都关了，10年时间，我们这一代人有10年时间不上课嘛。很多人还认为那10年，每个人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不赞成，我觉得没有书念，没有学上，对一个青少年是一个可悲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仇恨，是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尤其是变为一种制度之后的必然，加上了毛泽东本人的这种边缘人物、小知识分子的这个尴尬的处境和他的病态的自尊心。有朋友问，西方人对毛的这个恶难道没有了解？基本上不了解。这个真是人性的可悲之处啊！没有经历过在毛的时代这种漫长的、这种没完没了的这种恐怖迫害生活，你确实不能真正了解毛。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很同情以色列人的这种命运，但是以色列几千年的流散世界各地的这种悲剧，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种灭绝，我们怎么也进入不了犹太民族的这种痛苦的灵魂，很难。所以我提到，就是我跟一个台湾的哈佛大学的教授的那场争论，都是中国人的，还不是西方人。他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我真想破口大骂了。一种幸福恐怕，或者一种美好的、高尚的，恐怕人类可以共享。贝多芬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我们都能够欣赏，程度不一样，但是苦难很难共同的感受。这个恐怕是人类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可悲的一种秉性。所以西方人没有承受过，不管是苏联，尤其是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他们阿伦特这些人，他们只能从理论上、从概念上、逻辑上去写书，但从来不能进入极权主义的灵魂，进入极权主义的世界。有朋友问，毛的出现是中国命运的必然吗？我是反对必然之说的，是宿命。我这不是卖弄迟早。毛在中国本来其实毛的运气太好，毛在中国本来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12月12号的马上要到来的这个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毛在陕北可能待不下去，要不到新疆去，要不到内蒙、外蒙去，要不到苏联去做愚公。结果张学良救了他的命。抗战胜利，毛泽东到重庆，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到重庆参与重庆谈判。蒋介石先生完全可以把他抓起来，终审，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蒋先生不愿意承担这个鸿门宴的这个污名，不愿意负天下，不愿意有失于美苏两家。大概他承诺了，保证毛泽东的来去自由。蒋在这个时候做了君子，我宁愿他如果做一次小人，做一次鸿门宴的宴主，毛泽东的面小命早就没了，哪有还有啊？五零年在苏联访问的时候，斯大林几度想把他废除掉。斯大林从生理上、从外形上、从味道上不感冒对毛，所以让他待了他妈2-3个月。最后是周恩来、刘少奇，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物
轮番的到苏联去，给苏联、给斯大林的助手们说，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和弟子。这种忠诚，对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的忠诚，是绝对的。种种原因，然后斯大林才放他回来。但走之后，马上又把金日成叫到莫斯科去，然后有了朝鲜战争，有了毛二世的断子绝孙。总而言之，毛是中国的宿命。毛从结果来看，毛败坏了，祸害了中国。但是这个原因非常多。有人问习会像蒋经国那样用专制的手接触专制吗？我本来不想回答，哪有这种事情？蒋经国即或有专制，也是有限专制。对，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量齐观，把两蒋的有限专制和毛的无限的各种独裁混为一谈。我希望这个朋友好好的再看历史，哪有这种事情？习近平的目标说，目标这次G20会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是建立一个中国300多年一以贯之的朝贡体系，取代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哪里会什么西方？专制还不够，才开始呢，朋友们。我们这样的这个微信的，像我这样肆无忌惮的讲座，随时可以被终止。丢掉幻想吧，丢掉那些像冯胜平之类的人物所炮制的那些什么党主宪政，不管在事实上、在本性上、在逻辑上是根本不成立的无稽之谈吧。有人问到这个毛主席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确实是前苏联列宁到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遭遇的事情，就是因为邓拒绝效仿赫鲁晓夫，拒绝鞭尸毛泽东，他又来了一个这种韬光养晦、全力发展经济、闷声发大财，刚好世界全球化时代来临，中国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获得巨大的红利。好，这种红利又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这样就造成了民怨沸腾。而民怨这个民是主要是经过毛泽东的思想洗脑的大部分的所谓社会底层，他们当然对现实不满，他们批判现实不满的只有毛泽东的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现在不满人群的一种替代。但是这只是从民间底层的来说，从官方而言，习近平上台最大的一个跟江湖不同的，就是甚至跟邓小平不同的是回到毛泽东。因为新的使命和新的理想、新的梦完全不一样了，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用毛泽东思想赋予中国的巨量的财富，邓小平不会富裕啊，邓小平是世俗现代化，邓小平某种意义上还亲西方啊，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毛泽东才有秦始皇的帝国思维，毛泽东才有破坏旧世界、打倒地球反的这种革命的精神，这个当什么是邓小平完全不具备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刚好拥有巨量的财富，同时要唤醒毛的遗产，来实现新的理想、新的梦。这就是，这个是毛泽东本人恐怕都没有想到。
这就是中国的新的宿命。西方会不会用核武器灭了中国？绝对不会。60年代末，我们都讲过，苏联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对中国当时的核基地，包括北京、沈阳大城市实行的核外扩手术打击的全套的军事计划，只是因为美国人的反对，美国人绝不会赞成，大大超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格雷奇科的强硬集团的他们的理解。现在美国更不可能用核武器来灭了中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国会不会主动的用核武器或者挑起战争，很难说。现在朝鲜的这个局面，这个在中国和苏联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培植下成长的金家帝国这个王朝，这个年轻的30郎当岁的这个金什么这个王八蛋的这种疯狂的这种意识下面会怎么样，很难说。朝鲜会不会成为把中国引向一个毁灭性战争的导火索，很难说。总而言之，只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的经济物质财富结合起来，中国就是死路一条，失败也是死路一条，胜利更是死路一条，只有毁灭。这倒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精髓。有朋友问，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吗？绝对不会了。唯一可能的本来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有点良知，他们也从民国时代过来，他们也经历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的各种苦难，他们至少看到了，他们有所反省。这个六四之后绝无可能，除了这些技术官僚、这些腐败官僚之外，就是太子党，就是红二代，他们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曾经在此讲过戈尔巴乔夫的伟大，空二乔夫完全可以作为地球上权力最大的一个独裁者，但是他坚决不向人民开枪，他坚决不镇压人民。戈尔巴乔夫把历史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俄国人民，习近平也好，什么王岐山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有这种胸怀吗？他们有这种意识吗？门儿都没有，放弃这种幻想。有人问，毛的思是有大量的票钱行为，我倒不以为然。有人说毛的那个《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做的，胡乔木那个时候还不会写旧体诗，胡乔木是50年代之后看了毛泽东、郭沫若老写旧体诗，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他也开始写旧体诗，他毕竟是个文人嘛。再说毛泽东确实是个诗人，只不过毛泽东是一个邪恶的诗人，诗言志嘛，诗无邪嘛，毛泽东是一个有邪恶的这么念头的诗人。所以中国的诗歌是温柔敦厚，诗之教育，狂放派都不是这个东西。中国的诗歌绝对没有那些狂妄的、那些滑稽的、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个朋友说，蒋介石放了毛，洋什么救了毛，美国人又怎么样，只有苏联人想杀毛，那倒不是。死在斯大林手里的可不仅仅是基努列夫、布哈里、加米涅夫这些列宁禁卫军了，大量的各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包括波兰的、匈牙利的、墨西哥的、印度的，还有法国的，还有什么伊朗的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死在莫斯科。斯大林是为所欲为，斯大林如果要毛的命，如果下决心，当然有点难度，但是也不是有多大难度。斯大林会权衡
反复的权衡，谁在中国统治更合适，是毛还是其他人？恐怕其他人更不行。因此，留毛一命，让他回来，但是惩罚他。毛好色，是学习帝王吗？那倒不一定。一个正常的男人恐怕都会喜欢美貌的女人或者温柔的女人。但是毛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好色和这种淫秽。这个揭发，你之所以的毛泽东的和他的女人们那本书里面已经揭露了很多了。这个当然是跟帝王的特权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杨朱所说的嘛，那些圣人无一日之欢嘛，那些帝王们和重情与公事，毛就是这样的。在这点上，毛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方的亚细亚式的农民式的帝王，完全跟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没有相同之处。有朋友问，你认为当今这个毛粉遍地也算一种民运吗？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将来也会对中国的民主变革发生某种影响？坦率讲，我对民意，哎，不对，对民意或者对底层民众，我不太了解，我没有跟他们有很直接的接触，尽管本人也算是底层人士，我最高的职务就是个中学老师而已，长期就无业，现在是个流亡者。毛粉、独裁者的追随者和信奉者，这是极权主义，是暴君的遗产，除了思想之外，就是些肉身，这是本来很可悲，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其实这些不很难说是毛的毛粉，他们是对现实不满而已。有朋友问，就说毛泽东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独裁者嘛。中国他的那些行动哪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毛泽东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的克拉科夫斯基的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匈牙利的和美国西方的很多这个学者，比较严谨的学者，都把马克思算成这个共产主义者当中的东方的代表性的人物。中国传统没有提供这些东西，你比如阶级斗争，那是马克思的发明嘛，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至于苏联，列宁的遗产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队伍，毛泽东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哪来？以前只有那水浒的好汉，他们哪有什么理论呢？工农联盟有吗？从来没有。计划经济，重点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等，这些刚才我已经说，我不重复了，这都是苏联来的东西。毛泽东在仿效和旅行的过程里面肯定有变形，但是再变，它也跟传统中国的统治术是两码事情。传统中国就是个君权神授，皇帝就是天子，然后传个儿子，子子孙孙，万世一系，很简单。然后一些宰相，下面有官僚，然后就是墨菲王臣，大不一样。毛的书法，毛是一个书法的狂热爱好者。毛在小学、中学师范有意志用毛笔字写字，然后在江西时代这几年用毛笔字，然后在延安时代将近10年嘛，1935年到1945年，天天写书法。应该说，作为书法家，毛是很勤奋的，但是毛的天赋不够。后来把毛的这个书法到处搬运，到处展示，那是迫于毛的政治权淫威。按照中国书法家的不管是哪一派，那看起来毛的书法是刚刚进入，远远算不上家，更谈不上一个开创的一种新的风范。但是毛是一个书法的爱好者，这点是不能否定的。有朋友问：中国历史为何如此的曲折反复？究竟基本原因何在？我觉得
两种，一个是思想、理论、精神。那么毛泽东恰恰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和现代的这种有害的思想，而这种有害的思想又投合中国某些，尤其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士的，要破坏旧世界，要打倒国民政府，要取而代之的心态。第二，更重要的是历史事件，你比如西安事变，你比如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以致美国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台，抛弃中国，这些在思想渊源和历史事件当中，我认为历史事件更重要。这也是衡量一个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标准。一个比较成熟的、稳固的一种文明或者一个国家，其实它主要是它的宪法力量，它既不是思想，也更不是一个偶发事变。但是像中国这么一个就是变动不居的、非常曲折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么一个国家，思想和历史事变、偶发事变常常会改变历史。比如说多了王立军事件，我很清楚。那就本来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改变这个格局，其实也改变了，只不过它的深层结构的改变还需要再说。有人问去毛化的前景如何，我还真不好回答。从我主观的愿望来说，我当然希望从今天开始，从毛泽东死掉40年。下地狱40年开始，中国就走向非毛化、去毛化，埋葬一个毛的这么一个新中国。我刚才开头和结尾的说了，一个没有毛泽东的天地，一个世界，一个中国，多么美好！我本人还有一点意见，我认为整个中国知识界、艺术界对毛的这个审视，对苗的表达，对毛的这个摧毁，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远远不够。绘画、音乐、诗歌、小说、散文、理论，都远远不够。毛泽东这么一个人物，需要有若干名杰出的、英勇的、才能非凡的人士参与其间。你比如绘画，陈丹青先生画过一些毛泽东的一些比较写实的画像，我都给他曾经建议过，能不能创作一幅揭示毛泽东更本质的这个历史风俗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音乐当然更没有了，文字作品基本上也没有，像样的基本上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在思想、精神、灵魂上战胜毛泽东呢？超越毛泽东呢？埋葬毛泽东呢？有朋友问到这个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本来我不想回答毛泽东的具体东西，但是这个他是56年发表的，57年之前，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恐怕有点，因为苏联已经召开了20大嘛。以赫鲁晓夫发表了这个秘密报告，毛泽东恐怕想避免一些斯大林的那些黑暗、那些罪行，需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温和一点，不是这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很善良的揣测。但是毛这个论十大关系，马上就被他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否定。当然，反右运动是也有国外原因，因为波茨曼事变和匈牙利事变，毛泽东180度转弯，再也不谈什么两类矛盾，而是强化阶级斗争，把整个知识界打翻在地。所以，毛的这种
思想或者理论，或者他的意识，深深的受制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牵引。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事变，尤其是偶然事变，比思想、理论、精神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有朋友问，美国会不会用导弹毁灭朝鲜？不会，以我对美国的这个粗浅的了解，美国很难先下手。美国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只有这个伊拉克战争，因为有911。当然，现在这个朝鲜问题变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南韩、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中国是第二大经济共同体，太平洋上还有美国的军队，所以像南韩这个又是这么一个狂野的这么一个青年人的执政。美国应该想出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朝鲜后面又有普京统治的俄国和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这就变得很复杂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那请问群主，是不是时间有点晚了？大伙儿休息吧。好，我们下次再见，我等你回音。当个五号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藻来包装自己。毛泽东如果一定要比较一下，他受中国的传统的有害思想的影响要大于受西方的有害思想。我也这样认为，他毕竟是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但是毛泽东就是历史事件，俄国十月革命，斯大林对中国的支持，扶持他上台，这些事件比东西方的思想的影响恐怕更大。所以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和事件的综合性的这种影响下，毛泽东还是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有朋友提到这个毛泽东所推崇的鲁迅的革命性批判，鲁迅的眼里边的革命性批判主要来自于日本和俄国的影响，尤其日本的影响。而毛泽东的眼睛里面，鲁迅的革命性的批判主要是在于他首先要推翻中华民国，要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然后用他的办法重新改造中国人。刚才我已经说了，所以毛泽东是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他个人的政治上的需要来借鉴鲁迅的这种革命性批判。但是大家可能感觉得出来，我对鲁迅，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都是鲁迅和毛泽东的信奉者，也很狂热。但是到了文革后期，我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大量的看了鲁迅的东西之后，我心里面毛骨悚然，我感到冷。我觉得鲁迅缺少最根本的，就是缺少爱，缺少热，缺少光，他太冷。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所谓的这个说法，以至于对中国文明的说法，四千年的吃人的宴席，阔人们的宴席，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一种变种。不说了，鲁迅的话不是一天两天说得清楚的。现在中国的自由派的朋友们呢，还是很认同鲁迅的。我不想伤了他们的鲁迅的这份感情。好的，我们11点结束。多美没问题，我们23点结束，我等你们提问题。有朋友问，这个朝鲜是否实际上与西朝鲜的中国嘛唱双簧？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这个双簧就唱得太危险了。因为
不是说不用，简单说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核武器的这个研发、试爆以及运载等等哈，现在在科学上已经不是秘密了。谁在参与、谁在合作、谁在提供，也不是秘密，是很容易被侦破的。事实上，我相信美国的有关的军事情报机构把这个朝鲜和西朝鲜的这种合作关系，了解的已经非常清楚。问题是麻烦在于还有苏联，北朝鲜的核武器是和中国的核武器同时起步的，都在1956年，都是前苏联所提供的工程师、核物理专家和那些器材、选址都是苏联。所以，苏联实际上对北朝鲜的这个介入，恐怕比中国更深。而普京这个是狡猾的要命的一个政客，所以美国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俄国、北朝鲜这三方之间，究竟该怎么看待、怎么了解、怎么处理，是一个大难题。事实上，北朝鲜后面就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阴魂，就有他们的继承人普京和习近平的存在，所以美国是投鼠忌器，需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恐怕还在继续的观察，继续的等待，但是解决的方案，我相信早就有了。有朋友问毛泽东的这个病态人格的最大的这个问题在哪儿？我觉得毛泽东啊，我们还真不能简单说是用"病态"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人格、他的道德。毛泽东恐怕认为，或者毛粉认为，他的人格是世界上最正常的、最健康的，甚至是最高尚和最伟大的。这个根据什么标准？按照杨朱的哲学，按照鲍尔森的伦理学，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按照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按照一切不满世界要毁灭世界的人民的标准来看，毛泽东一点都不病态。相反是，毛泽东的队里面那些不忍心要打破文明枷锁，那些要维护旧世界的人，他们的道德才是过时的、反动的、愚蠢的，要被改造的。所以必须引进一个道德评价的体系，而20世纪是道德虚无主义的时代，是工具理性、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代，一直到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我个人有时候对中国失望甚至悲观，我就觉得，这在我们中国的心性里面，实际上都采用的毛的那种遗产，受毛的影响，而缺少基督教和儒家的那些古代的那些文明的基本价值。没问题，都没。我没问题，我要移民。这位网友问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对中国的前景好像不太乐观，能否具体说说？我是一个宿命论者，这个宿命论者是因为我生活的年代从49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它的历史的宿命。宿命论者常常是悲观主义的，我是多年以来徘徊在这个无尽的悲观和有限的乐观之间的这么一个很内心也很纠结的人，我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尤其对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以一个正常的、平等的、健康的、真正负责任的和高尚的这种姿态融入现代社会，持悲观态度。毛和他的党，他的后继者们，我当然现在已经不抱希望。我比较失望的是，被统治者
人民之世界，包括我所属的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要摒弃毛的遗产，要捣毁这个红色帝国，要解决中国的苦难，要对得起中国的苦难和不幸，尤其是已经死去的8000万中国人的亡灵，他们没有瞑目的那双眼睛，我们做的太不够，太有限，而且没有意识的，我们做的太不够和太有限。俄国的知识界在1905年到1909年的有个诺贝尔派，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前辈将近100年的努力，为俄罗斯寻求道路的努力恐怕走入深渊，所以他们呼吁俄国到此为止。果然在他们发表诺贝尔派之后的不到10年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整个俄国掉入深渊。我们现在包括自由主义的朋友们所多年鼓吹的所多年向往和介绍的那些理论，似是而非的不少，尤其对中国传统的这种否定、这种蔑视和这种不了解。说的严重一点，都是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必须否定、贬低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实现他砸烂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这种理想。文明是一个渐进的、不断人、多代人慢慢积累的过程，来之不易，来之不易。怎么就说把它打垮，说把它否定，说把它抛弃就抛弃呢？这是毛式思维。我还是坚持做西方的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是来之不易的，也是通过很多流血奋斗牺牲的，包括耐心的改良积累的过程来的，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自我、中国的现代重建提供这种世界性的这种智慧。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它必须自根在能接受这种世界智慧的一个基地上，这个大厦，现代性的大厦，它必须建立在一个宅基地上，这个宅基地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代的仁人志士们，他们生死与之所建立的中国的这个道统。而这一点在很多自由派的朋友们看起来好像很滑稽，我们要的老公就是要把他们消灭掉，毛泽东早就这样做了。毛跟彭德怀还有什么高岗的情况，我们不谈好不好？我不想涉及到这些共产党内的这些权力斗争，坦率讲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有朋友问，当下中国等同于索多玛，我还真还基本认同。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国，这个充满了腐朽地狱之国，这个绝大部分的统治者和被统治都该下地狱的这么一个圣经里面的罪恶之国，中国真还有点像。如果说毛泽东是敌基督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东方的索多玛。幸好中国还有艺人，还有正派人，还有高尚的人，哪怕只有10个、50个，那么上帝也不会毁灭他。所以是索罗马并不可怕，但是要成为那些上帝不会毁灭索罗马的、上帝所看得上的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责任。我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像本群的
像多美、像向阳，以及思想沙龙的康泽，那个贺德宏，我就认识这几位哈。当然，其他的青年我还认识一些，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有希望。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多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除了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居然把毛泽东称为领袖，呵呵。有人问，这个纪念堂里的毛的遗体移出的可能性有没有？张立凡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张立凡先生一直在推动，就是把毛的遗产，他的遗毛的遗体。移到韶山去，他的理由是入土为安，死者为大，这是中国的风俗习惯。我当然希望这样。毛的这个遗体这样处置，本来就不是毛的本意，就像列宁的遗体一样，毛的遗体被做了他死后的那些各派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的工具。所以把毛移开，本来倒是不违背毛自己的这种，因为毛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嘛。但是在事实上，要移除，难处有两点：第一就是当局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们对毛究竟怎么看，天明白。如果他们真认为毛确实是一个，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有赖于中国的任何进步的话，那么他们应该采取措施。更大的难度恐怕来自于中国民间的所谓的毛派、毛粉，会不会造成一个移除毛的这个遗体的过程里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这个巨大的一个社会冲突？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所以，首先第一步应该是，批判毛泽东，把毛泽东的罪恶向人民说清楚，至少不禁止人们去了解、去揭露、去反思毛泽东。在这点上，历史又在中国面前显示了他的权威。我曾经认为，历史就是中国的上帝，这个上帝始终没有完全对中国人展开，中国人自己始终没有进入这个上帝的世界去。青青早说啊，他说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知道毛的恶，干了很多坏事，可依然推崇毛啊，这种人就叫做什么呢？这就是我提到的，就是中国人的奴性，这个奴性还是泛泛而谈。就是中国人的暴君崇拜。我以前一个老朋友曾经以前告诫我说：“王抗，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清算毛，毛至少在他生前把所有的人，不管是他的对手不是对手的，一概打倒。”我说你怎么这么可怜呢？难道这就是你崇拜毛的理由吗？他说：“是啊，还有什么理由呢？”这就是奴隶的心态，奴隶被统治，他们有仇恨，有怨言，但是他们也被驯化。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坐稳了奴隶位置的这群人。青青草里那些朋友大概应该属于这类人，他们实在可悲啊！那些真实的奴隶，他们不了解真相，他们一旦了解真相，还可能改变自己的奴隶身份，起而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起而反抗奴隶主。但是，这种了解真相还崇拜奴隶主的人，他们就是十足的奴隶。我建议青青草，当这是你的权利，我有点干预，不要跟这种人结为任何意义上的这个关系，尤其不要结为朋友。没有办法，这是不可拯救的一群，这是执迷不悟的一群，上帝都没有办法，
他们是属于索多玛本来应该被灭掉的那个索多玛的那群奴隶当中的人物。多美，我们恐怕是该结束了吧？你给我一句话，然后我最后再说一点就结束。真龙朋友说，现行的执政者是崇拜矛的执政手段和该手段达到的效果。我基本同意，当然也有点变化。就是历史本身的变化，就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融入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它必然会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超出了我们这个讲座的范围，所以不是铁板一块。多美和向红，尤其是各位辛苦的转播员，我由衷的在太平洋的这一岸。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是说说话而已，恐怕会给你们带来这个风险和不利，都由你们承担。所以我在讲的过程里面，心里面呢，有点纠结。好，我们终于算度过了这个9月9号的这一天，谢谢各位。亲爱的各位群友啊，今天晚上的讲座非常成功，非常感谢王康老师的精彩演讲，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各位转播员的辛苦劳动，谢谢你们，大家晚安。以上讲座言论只代表主讲人立场，后期音频制作，每周九晚，谢谢你的收听。